来关心到大拿店的消息，这是大拿店因获得环保署104年度营造友善城乡的环境拔尖级的推动单位，获得环保署4700万的经费补助。然后暗时，顶公署特别邀请到正兵良歌剧团来演戏写神，现场吸引数百民众来观赏。顶顶黄金如也打扮成为嫦娥来分送月饼，祝福民众中秋佳节快乐。六号暗时，大拿店长黄金如除了率领着工作团队写神，黄金如也穿戏服、画古装，准备出场送饼给看戏的民众。哎呀，那嫦娥姐姐！这主要就是大拿店工作引起了104年环保署营造优质环保示范区拔尖级推动单位，初步获得到4700万经费补助。同时，大拿店长黄金如率领工作团队向环保署审查委员简报，也下关判大拿店入选全国前三名。所以六号暗时特别在金林寺的庙前来写神，也请来正明良歌剧团演出着《八仙过海》。同时，咱有下员吼，啊，一定会带着咱公所一级主管来答谢啊，咱的新民。我知影管理合作吼，啊，做听秀，咱家所有的镇民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办这个歌仔戏的方式酬神的时候呢，也邀请了我们地方的乡亲一起来同乐。活动以祭祀敬谢天地为开端，并以祥狮献瑞展现着地方顶头创新表演，加上八仙贺寿、中拿的金乐轩、八冠等节目，展现着地方戏剧结合着传统音乐的艺文之美。镇长黄金如强调，大拿店两度获得环保署全国优质环保示范区，现在竞争取得营造友善城乡环境计划，未来将朝向着曼城的理念来迈进。黄金如表示，曼城的计划和优先城乡的计划是相辅相成，将使整体计划达到着双重加分效果。而这项活动也让民众感受到农村庙埕团结和过中秋的欢乐气氛。新闻客家红大拿店采访报道。